开始，我大声，Hello，这应该聊天室不太会看得到，因为委托要看很多张照片跟文字，嘿，谢谢。哎、欸、喂喂喂喂！有去看我的新影片吗？基夫·杰克德的影片。Hello 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赶紧找一下小。可恶，以后如果有人委托眼镜或护目镜，有的没的，我一定要加收钱。样式委托啊，鞋子可以不用花鞋带，刘海大约三七分，三七分是什么啊？中高马尾，哎 欸，三七分什么意思啊？三七分是指这样子吗？没有看，没有看，赶快去看啊！付多少钱才能委托？先看你的内容，再决定价钱。看你要画什么，再决定价钱。中长马尾斜刘海，蓝色框框。啊，舅口，你是到家了还是还在开车啊？不知道哪一部？今年第一部啊！快去看，快去看！好久没看繁星直播，因为连假去日本。你这个不是在今天首播有讲过啊？不用再讲喽。这首啦，
花的心藏在蕊中，这种感觉。蜜姐在聊天室吗？她是有要围巾吗？然后拍了，拍给我的衣服。欸，那个喝醉酒的不要打字好不好？打字也打正确一点。你可以打跟昨天一样的字吗？那个昨天喝醉耽误我开台的人，知道我昨天会那么晚开台都是因为你害的吗？这个影片是你第一次合作录影吗？是什么？都是预录播的那一种。别跟我笑，你是说首播那一种吗？你是酒精还没退你？求咯，换歌，我们来听老歌。我想听老歌了，有什么老歌可以听？这不老啊，其实叫开心鬼，不对，开心乐园。有没有看过开心鬼吗？孩子们，新快乐！我听到这种老以前看老歌，我想哭啊！我前几天不是前几天，两个月前吧，我就在看开心鬼的
开心鬼的影片边剪片。没有了。这个、啊，哈哈，有什么歌可以听？有什么歌可以听？播的歌单好了，对不起，我没歌了。啊，这个。可是超屌欸。这个是五星级饭店常用爵士音乐。哇，感谢小鱼超级留言。哎，昨天怎么不在？大家都在跨年欸。大家都在跨年，你怎么昨天不在？跑去吃寿司，还没忘记标记我。不难过欸。对啊，而且昨天优越喝醉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当朋友欸。那你们两个喝醉感觉是一个样子啊。
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我自己手。我会喜欢听那种饭店的歌吗？白痴哦，我的聊天室刚刚卡在小鱼的超级留言就没有动了，我想说聊天室怎么那么安静。咖啡馆啊，不是差不多吗？拜托，很多咖啡馆都是播流行歌哦。来帮他瘦身一点，不然等下画出来，对啊嘛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瘦腰。来来来，这样腰身就出现咯，有没有很简单啊？想减肥的，只要拿橡皮擦擦一擦你的腰，就有腰咯。是怪我的意思咯？没有，是怪你抖太少。你赶快换电脑，认真啦，好多游戏都不能跟你玩。换钱才不换电脑才不浪费嘞！我想到明天开学啊，他就是老师啊！我想说就是画老师的感觉出来啊，但还是你们想要那种女秘书啊什么的。哎呦，呦呦呦呦呦，感谢白痴没钱还抖，感谢小鱼小鸡点，没钱不要抖。哦，对啊，我的，看一下有没有出现，哦，没有，因为就是 YouTube 也有开。喂2019快乐，杜诺，希望大家超爱我，更爱我，福里爱我，诺诺。
感谢九口，国内。不是重点来了，就是腿的姿势。他拍给我的腿，不是腿啊，他拍给我的鞋子是翘脚的，我妈要怎么表现？然后他拍给我的腿，是不是有点乱想了？看一下哦，看一下鞋子长怎样。袜子、鞋子，袜子，这样子。再不用，那怎么画？这样吧，哦，腿太小了。究竟是腿太小，还是腰身太长？他这个是丝袜，老师你穿这样刚会烫，一个老师穿成这样子。小鱼，你放尊重一点，这不是叫人画图，是请人画图，好吗？我叫叫人画图，放尊重哦。而且你们应该看得到这个手吧？我每次在画女生角色的时候，